清香汇北约客店周年庆，新增菜色有香辣鸡碎骨、麻辣香水鱼、干烧小黄鱼、陕西凉皮、辣汁肉夹馍，特色菜更有招牌水煮鱼、霸王蹄花、毛氏红烧肉、川渝小肥羊、京派川菜、传统青菜、经典小炒，尽在清香汇世家宝店3290 Inland Avenue Unit 一，电话4675488110，北约客店3875 Down Music Road， 电话6472888899。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69票对161票通过了旨在避免债务违约、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在这个方案中，两党的核心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政府首先要在10年内削减开支92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提高举债上限至少2.1万亿美元，以确保美国在2012年大选前不会再次陷入违约危机。这一议案定于当地时间2号中午1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2点，在参议院表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方案将在参议院顺利通过，随后将送交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2号，欧洲各国股市承接前日跌势继续低开，包括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在内的各主要股指均出现下跌。而此前一天，欧洲有多个国家的股指下跌幅度超过了2%。Naja, also wir als Börse gehen davon aus, dass hier an Finanzmärkten, dass der Kompromiss durchgeht. Es ist ein zweischneidiges Schwert. Wir sehen, dass die Schuldengrenze nach oben angehoben wird, und zwar deutlich. Aber es fehlen noch die Gegenfinanzierung, die vernünftige Gegenfinanzierung, wo dann eben dementsprechend auch umfassend gespart werden kann. Das ist hier Gift für die Börse und die reagiert halt dementsprechend verschnupft.此外，日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号大幅下跌1.21%，较前一个交易日下挫120.42点。而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股市2号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汇市方面，虽然日元对美元汇率有所回落，但是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76.29，逼近二战之后的最高纪录。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今天表示，日元被严重高估，外界猜测日本政府可能采取措施干预汇市。円高傾向が続くならば、そのことによって影響が出る産業が多くなる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ので、そこは注意深く影響をさらに分析を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当前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疲软，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仅有0.4%，失业率高达9.2%。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在失业救济金发放、公共医疗等领域增加投入。而根据提高债务上限的妥协方案，这些领域恰恰将被削减开支。奥巴马希望今年能把失业率降到8.5%之下，以求得连任。但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极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鲁格曼1号表示，新方案是一场灾难，它将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且很可能使美国的长期债务形势恶化。美国外交学会资深研究员马拉比认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极为脆弱，政府开支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缺少了政府的投入，将导致消费者面临更大的风险。We may see slightly higher interest rates as a result of the uncertainty about just having watched this political process. How able are we to deal with our budget issues? And that will be reflected in higher risk that will be attached. So that will impact the consumers with any loans that they have. 除了对国内的影响，这项方案还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影响。先期削减的近10000亿美元政府开支中，将有至少3500亿美元来自国防开支。如果两党在第二步提高债务上限的谈判中不能达成一致，国防开支还将进一步削减至少5000亿美元。专家担心，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白皮书说，情报通信是军队指挥系统的基础，信息技术革命提升了军队对信息通信网络的依赖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各国政府机构和军队等部门的频繁网络攻击，可能对国家安全保障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提高自卫队情报系统和通信网络的防护能力。
关于日本的防卫政策，白皮书介绍了去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的构筑机动防卫力量概念，称构筑机动防卫力量是为了适应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关于日本西南岛屿防卫问题，白皮书称，自卫队将在西南地区部署沿岸监视部队和运输机等，并进行应对攻击的训练。关于日美安保体制，白皮书说，日美同盟在实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不可缺少，日美两国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日韓関係全体について対極的な観点に立って冷静にかつ個別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毅然とした姿勢で対応してまいり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此前一天，枝野幸男就曾经表示，合法访问韩国的国会议员受到这样的冷遇实在不能够接受，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儿。韩方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拒绝日本国会议员入境，将会损害日韩友好关系，引起外交纠纷。一号上午，日本众议员新藤义孝、稻田朋美和国会参议员佐藤正久抵达韩国金浦机场之后，被韩方以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及可能为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为由拒绝入境。这三名自民党议员此前声称，日本对主导、韩方称独导的韩日争议岛屿拥有主权，并计划访问争议岛屿附近的玉林岛。未遂に終わった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から、改めてまた計画を立て直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主岛，韩国称独岛，距离玉林岛大约70公里。韩国、朝鲜和日本都宣称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该岛目前由韩国实际控制，行政上归玉林岛管辖。在迪利波里的街头，难以感受到节日的气氛。饭馆大都歇业，提取现金的 ATM 几乎全部受损。大约三分之一的老百姓逃离首都。斋月里，北约对迪利波里的空袭没有停息，而这也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战情绪。连续几天都有大批民众走上迪利波里的街头，参与由政府组织的支持卡扎菲集会。原来是为净化心灵和宽恕别人的斋月变得不再平静。斋月的第一天，班加西没有战火，但是在与政府军正面交锋的前线兹利坦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战地后方轮替下来的反对派武装人员忙碌着为前线将士准备日落后的开斋饭，他们将披萨饼、各种馅饼和果汁饮料用碎冰块保鲜之后送往前线。虽然面临敌方炮火和进食期间体能消耗的双重压力，但是反对派士兵们说，斋月更坚定了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You didn't sleep the whole night and you fight in this hard weather and you don't drink and you don't have anything in your stomach, so you will feel tired. All these guys don't feel anything. I think that their heart is beating fastly because they are waiting to go in the front line there. The government soldiers only a few hundred meters away beyond this front line have been ordered to recapture Misrata. These men expect to be in Tripoli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So there's no doubt that this Ramadan, the fighting is only going to intensify. Jack Barton, CCTV, Zlitan.